红楼宝与急风似海水漫滥，叹俗世苍生掩盖尽，未得有生还。我从心借上帝恩，我一家尽奉周旧生。唉，自觉心灰冷，四十天时间，心情
正而壮胆，而苦又见言闲，你何用挂心？儿女太多又相还，应念我主恩高，应该交托我们自会轻省。上帝命令我建造方舟，一定有他的计划的，你何须忧虑呢？求上帝指示如林浪波帆。亲爱的天父，上帝啊，二月十七日那天开始，大渊的泉源都裂开了，天上的窗户敞开了，四十昼夜降大雨在地上，天下高山淹没，方舟亦飘来飘去。主啊，求你命令洪水退去，止息风雨吧。阿门。贤妻，上帝一定听你祷告噶。洪暴水空泛，浩大起波澜，安心信靠主指令，上主有安排，他照在凡于世间。
风就飘啊来飘去，水势中啊横，你莫为粮食啊忧心，忧道之要我慢，再将水量分配，可以少啊吃啊，一啊。回到梁柱那边缘，你有何苦心啊？一朝水退见尘寰，今夫恩爱念，人儿要心清，得主免为扬声赞，遵主教训谦卑慎重，我但求拜见上帝容颜，心多盼望，忧心他只会孤单，一切上帝旨意，我亦无福在心里自野受犯，必须警醒自重圣洁，虔诚向上帝祷告早晚，更终无断加盼望祈求红高山，好似方舟飘往东，交托俾上帝船行若上第一定在中间啊，
谢各位欣赏我哋嘅演出，能够用中国广东传统艺术为主名作证，实在感谢神嘅恩典。希望未信耶稣嘅朋友有机会去到附近嘅教会听福音，信耶稣，得上帝嘅救恩同埋福气。信咗主嘅朋友，好希望你哋能够使用我哋呢个专辑去传福音，带领更多人归信耶稣。更请你哋继续祷告、纪念同支持主恩粤剧戏曲艺人之家嘅福音工作。以下呢段经文就是诗篇34:8，同大家分享。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，便知道他是美善，投靠他的人有福了。以下是罗马书10:9，同大家分享。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，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，就必得救。